好，今天是4月22号。然后为什么今天穿这么正式呢？因为我跟 Selina 我们要去拍 yearbook 的大头照，丑照就是。然后我们现在出门啦，拜拜，待会见。我上车啦，大家看 Selina 今天超美的，晶晶也超美的，今天就是互放彩虹屁。我们现在到学校啦，给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学校。虽然也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好，你帮我大家看一下。学校没有拍过，这是我们学校 6 这边，在照相的地方啦。你给我看看镜头下的我，美的。但是在那个闪光灯下就不一定了。再给大家看一眼。It's good. It burned. Okay. Thank you. Nice. I know it's stuck in that spot. Yeah, I was like, I guess I'll just close. 这样下来可以，但是就是它那个角度。Take your jacket and let's pull it together. Sit though. 假笑女孩。干嘛还要扣扣子？为啥要扣扣子？又拍不到下来。是我们的呱呱在拍照，你要干嘛？挪动着他的屁屁，不会走光，没走光。Selina 又要开始黑呱呱了，黑完我之后要开始黑别人。你把人家拍好看一点行不行？啊，这张还可以，比我的好。我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是的，所以呢，你给我转过来。你挺好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，好饿呀！你饿不饿？你总饭点，你可不可以等等？我饿死了，我昨天都没咋吃。你怎么这么惨呢？不饿，真是。我昨天晚上也就吃了个代餐。昨天就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昨天呱呱，我昨天试手的巅峰。等会餐厅见，拜拜。在经历了20分钟之后，我们终于停到位子了，现在去吃饭啦。到啦，就看峰峰的 vlog， 然后看他们去吃了这个，然后我们说我们也想来尝一下，然后特别近这家店。我们真的来啦，哇，好饿哦！这个 French toast 看起来好好吃啊。这个啥？你可以吃纯甜，你 need anything else？ 啊，我给了，你甜。到啦，来这家假的喜茶。我们的饮料，我点了芒那个芝芝草莓，所以呢点了芝芝芒果。Selina 买的那个比我的好喝，下次我也要喝芒果。好喝，芒果的好喝。今天的 vlog 到这就结束啦，拜拜。